一个好好的酒会啊，何以来扰乱闹场？金党诶，较顺啊，因为遐个话有甚物怀疑？安尼要安怎才好啊？爸，你在创啥啊？那规身躯那冻得到啦，紧甲送我掉，若是感冒哦，爸爸无闲走去啊！吓到你哦！你把咪咪妈咪赶走，咪咪妈咪若是无走，伊就会来照顾我啦。莫再讲伊的名，我无想要再看到伊啦。我就知影啦，是你把咪咪妈咪赶走的。爸爸，你是坏人啦！你是坏人！怎么讲？咪咪真正走了。对啊，咪咪妈咪把好尊严拢关起来，啊，即马我阿祖啊，我阿姨因过啦。咪咪妈咪哦，伊袂阁转来啊！离开上好啦，啊那无，我讲想要找伊算数嘞。爸爸，咪咪妈咪对咱遮尼好，你是安怎要甲伊赶走啊？而且你嘛有讲啊，你要娶伊，你讲话无算话啦！你莫乌白讲啊，我啥物时阵讲要娶伊的啦？我拢有听到啦，你是大人，你讲话无算话，你袂介绍。如意，不准你跟我无大无小啊！我是爸爸。你讲你是爸爸，也唔过你哪会会讲白话？你哪会会骗你妈咪的感情？你哪会这样子翻啊？平常时这样子乖，我知是咪咪叫你回来跟我吵的对不？啊？这查某有够可恶啦，人都走啊，搁利用你来跟我冤家？这不是的，咪咪妈咪哦，无叫我跟你冤呐。来，坐下。如意啊，爸爸甲你讲吼，咱真紧就有钱啊，就变好些人啊，咱就莫甲遐人来往。有一挂代志哦，爸爸即马甲你讲，你嘛听无？啊，毋过等你大汉。你就知影爸爸的用心，爸爸会这么拼，拢是为着你好，知无啊？我真无爱嘞，我干那爱咪咪阿咪哦，做我妈妈啦。不可能啊！爸爸，你自私自利，你是坏蛋啊！哎，如意，哎，你要走去倒？行，行，进来。一摆哈，在场有啥的人，大家拢听得出来哦。伊是伫暗示讲你甲叶汉良有暧昧关系。
一只小狗母走来遐尼乌白家，你还咧信哟？啊！伊跟你无冤无仇，啊！伊奈别人唔讲，偏偏要讲你。我要哪知啊？啊！无你开始想问你，今妈爸出来，还代志跳进来找我麻烦呢啊？就算讲安尼啦，伊嘛无理由跟恁家安尼牵连做伙啊！叶佩良甲迄个咪咪哦，因的感情到底有啥物瓜葛？还是因家的代志？我嘛唔知啥无缘无故家对我家来啊！你还怎样？我嘛做莫名其妙做冤枉的哈！啊！刚本来你嘛咧怀疑我跟叶佩良有啥物暧昧哟？我要哪会知影啦？你实在有够好笑呢！我跟叶佩良袂合，这你嘛知影的。哎，东东一个大头家，竟然去听迄个小查某一句话，啊，怀疑家己太太的清白。你咧唔答哦，不料我嘛不料你家己知无？你话较拜托的，就算你要食醋，你嘛给我拣一个较好的对象。你竟然跟我跟叶佩良斗做伙！你呢？哦，根本看不起我嘛，看不起家己啦。我唔是咧食醋啦，我家己的太太伫公共场所，互人讲啊遐尼歹听，我敢会生气哦？啊，像这款无影无食的代志，你得卖生气，卖插面就好啊。人讲哦，树头的桥栽了，唔惊树尾做风台。搁再讲。大家拢知影的啊！我做你金鸡号的太太，迄是偌大福气甲骄傲呢？都毋是头壳歹去的，去甲叶佩娘迄款角色咧做伙哦。就即款无聊的八卦，过一阵嘛就无人要听啦。好啊，啊无你还阁毋信任我吼？你过去甲叶佩娘开赌啊，甲赶走等得较欢喜的咧。免啦免啦免啦，我要阁要利用你啦。那呢，你莫去生气啊！妈妈个怀疑我，那我今天要受气，我跟你讲。来，算了。我要跟他分开，不要休困啊！你马上再休困啊！好啦。那照恰恰的个性，真正是无影无迹的代志，伊应该会跟我去背面的。结果拄才表现遐尼温柔，这实在有淡薄幻想呢。树尾无风未摇啦，敢讲恰恰甲叶汉良之间真正有鬼？也毋过这两个人明明是狗目鸡肠无对味的，变哪有可能斗做伙呢？李老师，啊，你这毋是搁找我创啥？你陪你上，欠嘛是毋是啊？我要替我妹妹报仇啊！啊，你讲，你讲我抓伊迄件代志哦，算伊命较大啦，但是我抓到吼，我是好好甲伊凌迟啦。你搁甲讲，你差一点嘛，搞我妹妹小心。小事，你这毋是讲啥物笑话啊？你莫搁假啊！你这笨手，你要相信阮小妹，我就拍到你个唔敢。尤姐，啊，你妈讲的无唔对啊！若要解决代志啊，
唔是有相拍的。啊，你今仔日拍伊，啊，明仔载啊，伊就闹人来拍你，对吧？我唔惊。你唔惊？你唔惊？阿幼会惊未？你妈会惊未？啊，你冤冤相报，当时才要煞。一管食，像你安尼一直吞忍，嘛是共款袂当解决代志啊！遐个歹人嘛是一直来找你啊！甚至哦，连阮爸爸嘛因为你一直让伊，所以哦，伊愈来愈打算进去啊！所以哦，我感觉若拄着这款无讲道理的人，一定要让咱咱唔想要欺负的，一定要拍啊！刘志，你敢这么让伊拍人是对？啊，来惊倒台人就是英雄？你的观念是安怎这么偏差哈？哇，卖生气啊！我才袂生气。囡仔，我甲你怀胎十个月，我来甲生落来，亲人跟我请安尼大汉，即马跟我讲这款话，我带外下囡仔若无好好甲你教，我真正替这社会哦，带一个歹囡仔出来，我一个人真不想教，你笑，你笑啦！刘慧，俺带你哥哥去抹油啊！伤心的，幼姐这囡仔细汉的时阵是足乖足高义，什么物件拢让伊收买，玩具啊、糖啊啦，逐项拢让伊收买，用伊拢无要紧。我才烦恼讲，伊啊才细汉就较调皮、较高义，大汉吼，唔知有欺负无？哪会猜今物性格变甲呢？坦白讲啊，我一直烦心。啊，尤其是不是因为我的关系啊，个性才变个这冲动？你跟着我的身躯边，看我处理代志，听我分析道理的，敢会是因为我做了歹模样，才会让伊乌样乌样？不是安尼讲，伊今仔变成安尼，家己无关系，是跟我的家庭有关系。唔对啦，你家庭对一个囡仔影响确实是真大。像我，
我嘛是伫一个有问题的家庭中大汉的，所以幼稚的心情啊，我会理解。伫这个年岁啊，我嘛是逐天甲家己讲，老爸哄俩去乖，啊，这个家庭啊都爱靠我保护。所以若有人啊，家己外面头前欺负阮妈甲阮小妹，我都要甲因拼命。当然了，到这个年岁啊，啊，知影无必要事事行行拢遐尔冲动。啊，不过伫迄个时阵哦，无论人安怎甲我讲，我都是无法度理解。你讲意思我知影。我即摆知影阿姐，再帮助伊度过这个青春期叛逆期。我妈妈是跟你同款啊，在我成长过程中啊，啊，不是用棍啊，就是用巴西。你放心啦，我会陪你做伙度过这段时间。更加注意啊，我家己的性格，也袂阁让伊创我烦恼。哥，你想怎不去妈妈的房间睡？妈妈搁会生气啊！明仔伊搁要做真多工课，万一哦，伊若是睏袂去，安尼就唔好。去便宜好啦，你若歹妈妈生气，真简单啊，你就莫学伊惯食做老麻，安尼唔就好啊。这个代志哦，甲伊惯食无关系，你莫学袂堪拖。是安怎无关系？你若唔是学伊，你嘛袂一天到晚要找人冤家相拍。妈妈讲了真。哪个安尼落去，早把你做老满。你有话，我是看你今仔哦，跳甲妈妈求情，我才让你的哦。你若是一直讲这个代志哦，我就要跟你冤家啊！我就冤啊，谁怕谁啊？今麦谁唔知影你已经学歹啊？连讲话型拢是迄个钢铁官，无怪妈妈会让你气到头壳疼。妈妈的头壳疼，拢是迄个阿静害的。只要妈妈哦，搁头壳疼，我就要找你算账。你幼稚，你无救啊啦！你真正是哦，歹囡仔啦！你出去啊！这是我的房间，我不要让你睡。我就是要出去啊！我要睡在这，无你想安怎？你是老妈！你给我讲！为什么父母的婚姻破碎，囡仔嘛要对着这么大的转变？
过去哦，爷母也这样尔乖，啊，佫感情这好，啊，即马哦，又一个优惠哦，两个安尼卡袂得完。以前感情好的时阵，迄个形拢无快啊。为什么佫好一个家安尼无去？连一家人的感情嘛，咁要散散去啊？到底我要安怎做？才能让伊后尾还阁好好，才能将过去迄款幸福、快乐阁找倒转来。还靠你过去老李病院的治疗做判断，你的头壳疼应该是你进前伫头壳内底的烟灰所造成的后遗症哦。安尼要安怎？我是建议你搁老李病院检查八点钟，看是咪任何的镜头阁发生无？哎，蔡老师，啊你厝内的人咧，敢无人陪你来？我家己一个人来。那安尼，敢袂使麻烦你请你厝人来？万不离，若是啥物手续要办理的话，无要紧啦。啊，无咱就等这电梯住完再讲。多谢。医生讲叫我伫爱留喺病院八点真久，我那呢？明仔载我就无法度替幼稚园优惠因穿扎长啊！哎，我都爱敲一下电话，甲讲一声。今妈煞唔知影，你一直学歹啊！连讲话型拢是迄个钢音歌，无怪妈妈会乎你气啊头壳疼。妈妈的头壳疼，拢是迄个阿静害的。只要妈妈哦，搁头壳疼，我就要找伊算账。你幼稚，你无叫我啦，你真正是吼歹囡仔啦。算了，免卡啦，为着我这妈妈讲啥，伊嘛无要插。哇，迄两个囡仔的代志，唔知影处理了安怎？我现在靠回去，敢会甲叫了？我伫伊的身躯边，到底对伊是好还是歹？啊，尤其变甲安尼，啊，袂当讲哦，我完全无责任，又会对我的反感。我阁有啥物办法，才会当来化解？乖，啊！你今日哪只话？嘿啊，着阁问，伊阁是 KTV 的代志啊？处理好就好啦，免阁讲伊管烦啦。啊，我无讲就挡袂牢嘛。有啥物代志，再讲。伊管哦。最近咱 KTV 甲交警啊，全代志啦！你无探头也无插手，你知影无？地区的因遐阵人啊，拢算准准，敢若讲你拢无咧管代志共款啦，愈来愈嚣掰啊！吼，人是无人力，就来徛空咧闹代志啊！今日嘛是一群人来咧乱啦。是啦，因有影哦，愈来愈超过啊！啊，若无甲因驾驶一下，因是毋知影惊呀。你看哦，阮兄弟啊，家事拢传遍遍啦。啊！不过你无开嘴出声，我拢唔敢出手。我知影你最近哦，可能无心情插遮个啦。啊！不过外口一挂人哦，就是刁过伊要试探无，看你到底有要插代志无啦。啊！伊就狠心甲伊吓惊一个啊，啊，顺便安搭一个哦，大兄弟也真输啦。
这代志啊，我看以后就交恁两个去处理就会用了。一官啊，你一定是进前哦，头壳去摔着，伊阁叫用关迄冷冻库，阿点啊控制你啊啦。啊是暗头食西瓜，半暝啊反症。我真好啊，头脑真清楚啊，身体嘛真健康。啊无咱的骨头强强要叫用霸占去啊，你拢无要无紧。啊，我已经把这个所在啊，交予恁两个去画。那画会起来啊，就继续做；那画袂起来啊，啊，就收收起来。啥？收收起来？你管啊？你是讲真啊，讲假的啊？啊，你袂吧？我一定下定决心啊，要小卡洗手啊。哦，啊，不过。我袂当勉强恁交共款过着平淡的日子，所以我予恁自由选择。一官哦，阮兄弟安尼讲到嘴角全破，你真正拢无要无紧哦。好啦，你放心啦，阮两个就算是拼命，莫把咱的骨头先顾好啦。啊，等下你心情哦较稳定哦，再搁讲啦，好不好？我已经通知医官去啊！你通知伊创啥？咱家己去找就好啊！医官去。尤姐，啊，你妈当时无去啊？我嘛唔知啊，透早起来，我就发现妈妈根本就无咧房间啊。妈妈，我从来唔捌安尼嘞，进前伊要去倒位哦，拢会甲阮讲一声。我想哦，伊一定搁咧生气。你大家拢面没我，啊，不过。这个跟妈妈起早是你的，你老公，我是要替你出气呢。好，好，尤姐，卖吵啊！阿姐嘛，先找到你妈妈较要紧。哇，回来。妈，啊，你是去倒位啊？我跟尤慧拢足烦恼的。妈，妈，妈。走去病院，倒去无爽快。我真系去那玩个头壳疼，去挂急诊。要去病院，那么跟我讲一声，我嘛同我带你去啊。昨暗要去的时阵，我想讲去跟囡仔讲一声，哪会知行到你门口，搁听到你房间内边咧冤。听着我头壳更加疼，我去病院路的吼，我家己安尼行，哪行哪上。亲人囡仔从伊细汉，昂昂幼幼，我家着我遮尔啊大，即马煞变成即款的。我伫病院吊大动，我想讲哦。先莫想遐尼多，目睭起落来，先休困一下，耳孔也拢啊小清净一下。哪会知哦，我也是袂放心这两个囡仔，大重的吊索我随赶转来。哪会知转来你门口呢？门口，搁听到搁了你冤啦！我实在冤他。我咧过去哦，等病院大堂吊吊昏昏死死伫遐就好啊！我呢，妈，死累啦！哇哇哇，别生气啊！哦，
囡仔都已经知影唔对啊！伊一发现你无伫的时阵哦，就着急敲电话，伊嘛是真关心你啊！你也毋是阮啊，凭啥物替阮讲话？即届我有啥物唔对？妈妈明明是因为哥哥无乖，才气到头壳疼，你莫连我拢莫念哦！对啊，拢是我，拢是我的唔对啦！也毋过你嘛无想看卖，你对伊管是啥物态度？你对伊管一个态度遐尔歹，妈妈嘛是真艰苦啊！你是安怎拢袂检讨你家己啊？你也问伊啊，伊若莫来哦，我根本就袂冤啊！你后悔？安怎？你啥都拢无会晓？擦！你是不是在点票？你不知道你妈已经让你气到安尼，你搁吵不知煞，是不是要把你妈吵到搁离别病院才甘愿？卖讲你妈，啊，我一日外人哦，看到你兄妹哦，永远安尼答不完，完未煞，我拢叫咩哦，心狂火毒，啊，何况是你妈？因对恁两个哦，唔忙是遐尔啊关，安尼啊一日一日哦，煞敢会晓，互你妈失望，互你妈气心。尤姐，一关就应该讲过啊，拜。对恁妹妹哦，会当忍。就忍，啊！其他人都讲袂听，教袂来呢。玉慧，我已经想尽办法，希望你会当谅解我。啊，不过你也是同款遐尔固执。你甲我讲，你甲伊关系讲。伊关键到底要安怎做，才会当让你哦改变你的想法？公啊，公啊，你两个讲话啊，到底要安怎才会办代志？才袂阁让你妈为你遐尔操心八百？我已经庆幸啊，我忝啊，我无想要管那么多啊，对待因啊，我无法度管啊。去便所啊！哦，啊大王啊，啊你看你妈妈是走去倒啦，哪会无甲爸爸讲？哦，我跟妈妈哦走去迄个炸鸡店啦，啊妈妈请我炸菜、炸鸡甲冰淇淋哦。啥？啊
你妈妈带你去吃冰淇淋，哎，请你吃冰淇淋是爸爸的专利呢。啊，你妈妈变哪样呢？甲爸爸笑嘞，啊？有吧？你卖食卖错啦。好啊好啊，安尼啊，你来吃啊，咱做伙吃，唔就好啊。啊，咱伫个常常来迄间店啦。啊，你较紧的哦，若无等我跟妈食了，就要去别位耍啊，又歹等你啊。好啦好啦，你等爸爸啦吼，爸爸睡觉嘞。哎、欸，慢慢啊吃，唔通吃了了呢，知唔？啊，爸爸睡觉啦，哦。爸爸再见。大王，妈妈来隔壁要吃物件，还没回来，你乖乖等下站头别走哦，知不？好，妈一定都想要买新衫，对不？好啦，你放心啦。快点加班！你好，别走哦。好。你来啊？那要我伫这种所在见面啊？等我嘛，我来啊。哎，等下，你来微信问看麦，我曹大亨来这不得是啥？哼，我你这个够想要用大亨来威胁我啥？啊，我好心曹大亨来你看呢，啊，你竟然讲我咧威胁你哦？那你都莫搞主动，我看大亨啊。等下啦，哎，今次不是都看到啊？明仔日要见面。可别那样，大方等伊，无一定讲给予我知影，怪会不欢喜。那明仔日恒河快大方哦，去也好，我唔敢靠等伊，都看会着。啊，你那条遐尔麻烦，搞我又来遮，你到底什么错啊？我小改提醒一下，也够有一个亲戚后世大方在等你团圆呢。可别那样，你爱我哈，爱甲拢袂记的，你还是真难拜拜哦。佳佳。啊、你无感觉你安尼真无聊吗？你先买遐条件，等到我结婚遐摕到钱了，我就会带大风等下去团圆。啊，到时阵你得当逐天甲大风做伙啊。你哪会安尼对待结婚啊？这十几年来啊，你是遐尔疼惜大风，我相信伊对你啊一定嘛袂歹。你哪会安尼伤害伊？你别煞指责我，你唔认大风。啊！好计划继续替你饲囝，啊！感觉你淡时咧伤害伊。